Twice 台灣成員周子瑜下個月就推出寫真集啦，亦都係 Twice 入面第一位出寫真嘅成員。出咗名係顏值擔當嘅子瑜，呢次喺預告片入面大玩男友視覺，粉絲們不論男女，統統都流曬鼻血啊！以 Twice 嘅路線嚟講，大家都唔使期待有啲咩性感畫面噶啦。在預告入面，子瑜就 show 咗五個造型，都是比較鄰家女孩 feel 嘅。不過就有好多居家畫面，包括床照啦、窗簾啦、梳化等等。子瑜最尾仲有個女人味嘅造型，呢次除咗性感之外，真係咩都有啊！相信粉絲一定都會搶爆啦～